4月17日，周杰伦通过社交网站分享下厨做饭的照片，并嘚瑟地称：“谢谢大厨分享如何做一顿麻辣炖饭，我只能说没有我不会的。”照片中，周杰伦身穿黑色连帽卫衣，头戴黑色针织帽，置身厨房，正在将做好的饭食盛入盘中，看上去手法熟练。此微博曝光后，惹得众网友纷纷围观，并留言称：“小公举内心，哇哦，我做的饭怎么这么好吃？吃吃吃吃吃！”然后请参考奶茶轮，还有什么是我轮不会的？可以说非常羡慕昆凌啦，不想当厨师的歌手不是好魔术师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